如果有一张游戏地图，地上全是树，山上全是树，河边全是树，随机扔进去几个动物朋友，扔进去几个存档点，扔进去一个大石敢当，再送给玩家一朵筋斗云，然后告诉你，好啦，天命人，赶紧来探索大圣的故乡花果山吧。妈妈是哪个省啊？就这样，游戏科学把一张几乎称得上毫无引导、毫无设计、纯天然野性美的地图拍在了玩家的脸上，不仅拍在脸上，还拍在了全游戏重中之重的最后一张，拍在了孙悟空的老家。我踩着筋斗云稀里糊涂飞进峡谷，直接被大石敢当打成坠机。我跳到粪池将军头上，试图开启防火立场，直接系统机误操作变成了和触角互动，烦死了！流汗，这真不是什么制作人的恶趣味吗？但是呢，人家杨启英高也有说法的。看似去能去的地方不能去，到处都是空气墙，剧情怪物密集，战斗疲劳，这些我们都了解，但是因为时间原因确实改不了。作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 3A 游戏，黑神话当然在美术、战斗系统等多个维度都已经展现出令人惊艳的工业设计。然而作为一款不只是打架爽和西游记的游戏，黑猴的地图和探索体验也确如杨启在采访里说的，因为工期紧张和经验不足，有些东西就算发现也来不及改了。从福图打复制粘贴绕圈圈到小气垫差点被干出雪盲症，从盘丝洞黑不拉几瞎鸡巴乱跑到紫云山一不小心直接漏掉毒敌大王，你妈！事实上不只是花果山，黑神话大大小小的地图多少都有点设计问题，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想法是好的，下面的人执行歪了。要展开讨论黑神话的地图为什么看上去好看，玩起来却折磨的原因，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游戏地编这个岗位是干嘛的。所谓的地编，就是根据场景原画摆放搭建出具体的场景模型，绘制贴图，打上灯光，放上建筑和植被，同时也要对接关卡策划，通过调整环境、模型等的比例和布局，来让地图场景更加自然合理。简单来说，就是把地图设计师的想法转换成实际地图模型的人。那么不论是缺少场景交互还是缺少吸引毛，是模型过度堆砌还是空气墙设置的不合理，显而易见的是黑神话的地图设计可能没问题，但黑神话的地边没问题不太可能。以网友最喜闻乐见的空气墙问题为例，如果把空气墙内定义为内景，空气墙外定义为外景，那么黑神话的内景和外景根本就没啥逻辑上的关联性。同样的场景，一个进得去，一个却是空气墙。黑风山因为本身结构简单，加上天然有树林地形带来的视角遮挡，所以内外景不分的问题对游戏体验的影响勉强还算小吧。而到了黄风破障地图，嘿嘿，在失去了植被遮挡后，大片的视觉留白让游戏的内外景看起来完全杂乱无章。诶，这里有一个洞，里面有没有东西啊？诶，这里有个平台，能不能跳上去啊？诶，这下面有片水，能不能进去哦？想知道答案的话，就给我不停地撞空气墙吧。看起来可以走过去的地方撞一下，居然是个空气墙，看起来好像是空气墙的地方撞一下，卧槽，居然进去了。哦，不对，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哦，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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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对呀，对啥呀？黑神话的内外景摆放时常处于或一或零的薛定谔状态，不和玩家看到的有关，而是完完全全的随机概率。从第一章的宽线性到第二章的简易箱庭，再到第三章的多层结构，地图设计师的大脑在升级，地边逆天的含金量也在升级。前有十级地狱浮屠塔，后有十级雪盲镇极乐谷，所到之处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毫无辨识度的场景，扫完修完但没用完的建模成堆成堆的被堆在空气墙的外面。黑猴的问题并非具体的空气墙多或者没有小地图，而更多是地边出岔子和引导不符合直觉导致的。所以我们与其死磕空气墙到底有多少，为什么没有小地图，倒不如看看在就是空气墙多和就是没有小地图的情况下，开发者们是不是一定就没有办法设计出好的地图。现在的网友都喜欢把黑神话和战神魂游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好，我们今天就举例战神和魂系游戏的地图来与黑猴进行对比。提前叠个甲，根据过往的发言，黑神话的两大制作人冯骥和杨琪都是毋庸置疑的新战神粉丝，开发黑猴的过程中也绝对有对战神的学习和借鉴。 UP 主接下来提及战神绝非踩一捧一，只是讨论游戏地图设计上的问题。叠甲完毕，我们继续。新战神作为在地图构建机制上采用半开放世界，同时容纳线性、宽线性、箱庭三种关卡设计的游戏，空气墙肉眼可见的比黑神话只多不少，但是为什么反而没有多少玩家有反映玩战神的时候撞空气墙的问题呢？
主要原因是星战城的地面和地图引导做得足够好，有着视觉标识、标志性建筑物、场景的透视和构图法则、强制性的视角引导等等等等。开发者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引导玩家的潜意识，明确哪些地方是能去的，哪些又是不能去的，比如这个场景还有这个场景。我们再来看看血缘诅咒 FS 社又是如何解决地边和引导问题的呢？血缘虽然没有小地图，但开发者却在有意识地引导玩家的方向感和位置感。以游戏最初的几个场景为例，肉眼可见的围栏或者其他视觉上的阻碍物，使得玩家形成了对于内景和外景的潜意识认知，里面能走，外面出不去，对吧？通向主线的路径则会被设计得格外醒目，比如去大教堂的这条路，还有去汉威克女巫的这条路。当然，禁忌森林是个例外，那玩意是宫崎英高故意做那么恶心的。我喜欢你。紧接着，在地图构建的层面，学院也有诊所走回大教堂二楼这种横跨数个场景，不知不觉中完成闭环，玩到看到让人不由得脱口而出"死国乙"的真相亭通路，而不是公式化的一个路口三条路，走完一条还得往回跑，走另外两条的折返跑岔路。反过来解析黑猴的地图，引导的缺失，地变得不明所以，素材的乱堆乱放，最终导致小西天和盘丝洞的探索体验沦为纯纯的二叉树便利。你问我什么是便利？让我们说中文。所谓便利，是指沿着某条搜索路线，依次对数或途中每个节点均做一次访问。这个最早是在2009年的时候，2009年，那是一个小的药引子吧。就那个时候是我在玩一款叫《神秘海域二》的东西，玩完之后就特别喜欢，当时拉上几个公司同事就去了尼泊尔。但那次去的这个过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又忽然想到，哎，也许我自己在做一个写实项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包括我们的场景同事一起去到一个现实中存在的地方。而在任务设计的层面，糟糕的支线流程编排进一步加剧了玩家在探索地图时的迷路和不适感。比如第二章的这个波浪谷剧情，应该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三次波浪剧情全部都是乱掉的吧。四毒龙神之线，如果不查攻略，我永远都不知道那个沙大狼没撞开的洞在哪里。还有最抽象的第四章 boss 门前先迈右脚直接漏掉左边四妹的结局，紫云山先走左边直接漏掉右边的毒敌大王，好嘛，宫崎英高好的地方没学，坏的倒是全学来了。那么黑猴真的没有好的地图吗？其实是有的，就是被大部分网友吐槽不行的第五章火焰山。视觉引导、地边、无缝加载、合理的透视关系、显眼的地标，包括大铁球这里用穿出来的敌人给玩家指明方向，还有设计合理性远超法环的双 boss 战，在这里所有的设计都开始变得合理了起来。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在前四章牛鬼蛇神的衬托之下，第五章的推图体验是那么的丝滑流畅。唯一的不足就是火焰山是一张结构简单、内容紧凑、约等于纯线性的地图。如此就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款强调动作玩法和剧情的游戏是否非得纠结于精妙的箱庭关卡设计，而不是采用线性的地图。在游戏科学这里，答案显然是正在尝试。游戏总共六章，地图探索上的体验却大开大合，线性、宽线性、回环、垂直结构，他们的确尝试了多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而对于尝试过程中所暴露的地边不合理等问题，也只是修行路上必然会碰壁的经验不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体验分8分，情怀分2分，苏金恩最终为黑神话悟空的地图打出10分，希望游戏科学早日找到自己的路在何方。至于花果山，确实没什么好再聊的了吧。